鸟击机师未遵守规定，漏洞扩大，让台湾防疫出现破口。交通部先重罚长荣100万元，现在也计划将机组员检疫期拉长，以7天，然后在他的一个居所进行检疫。那么期间如果执行的需要，也能够执行飞航的任务。考量航空业工作需要，初步延役从原本的3天5天拉长到1个星期。不过以医师专业角度判断，最保险做法还是14天。把3天变成7天了，当然是会好一点点了。可是他应该也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了。定期要验个抗体，跟人家接触之前，要执行他业务之前，你可能要做个核酸检测，比较有把握这个族群基本上是没有被感染，而且不带病毒。纽籍机师一个人确诊，再向外传开出现本土个案，让整个航空业都被外界放大检视，长荣成为众矢之的。陈时中也曾透露对开会结果不满意。3天5天的基础是什么？是外站的管理跟飞机上的一个管理都是良好的。那换句话，在这里面其实是安全的。好，那有问题是在哪？是那个 SOP 没有被确实的遵循嘛？好，那是心理不平衡的时候，那开飞机也不好。出班飞到外站是指挥中心看不到的危险地带，除了机组员自律，还得靠航空公司加严把关。万一再有疏漏，防疫破网可能永远补不完。三立新闻李文正、郑嘉轩、SNG 小组台北报道。